分前面，谢谢，分前方，在这边，来左边。那年鼠的时候，对，是半个时辰，那你是公共场内，你是七号半时辰。我与赖佩霞女士已经完成中华民国第十六任总统、副总统联署登记的程序。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日子，我们已经迈出台湾政治新方向、新气象的第一步。台湾的2300万人民渴望改变，我们承诺将竭尽全力实现台湾和平、繁荣、清廉的政府。我要感谢佩霞、佩米加入我们的团队，成为我的副总统竞选搭档。特别感谢我们年轻而充满热情的支持者，感谢你们一起参与见证台湾政治新气象的关键时刻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为台湾打造一个更美好、更光明的未来。谢谢。赖女士在双重国籍，在我们没有见面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，我们有把握在法令规定日期之前完成一切的合法手续。